没有啊，他左边不是有一个道路，然后就直接连啊。奇怪，你开到哪里？我看一下。我其实还蛮前面的啦，我现在才刚选三个部门而已。我刚是选完三个部门之后，就是没有地方盖。哦，我看一下啊，你要选哪个部门？我是选科学、啊、植物。你是草系、水系跟火系，你选哪个？有分成三个、哦。第三家，你选哪一个？我要选水系的。那我选草系。来吧。太白痴了！我要克死你！我们新来的营运总监卡伯特。等一下，为什么你会不能盖路啊？没有，刚刚就是我没有地方放建筑物，我只能盖在那个恐龙里面。结果盖在恐龙里面，所以你旁边建筑物都满了，是不是？我找不到地方盖啊。具体做法是控管恐龙的数量，没错，并确保他们。然后我重开之后，我学到教训，我把那个盖在很偏偏。边边，然后他应该就可以盖了。哇，可以，赞赞赞！将会提升你的声望，并取得额外。我觉得你等一下也会卡住、欸，等一下要不要重玩、啊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相信我可以的。挡住了，挡。对啊，他说被建筑挡住啊，这很鸡掰、欸。游戏名称哦，哦，我打在那个哦，原来左边有这么大块陆地哦。对啊，你刚没看到？No， 游戏名称哦，来看我的，来看我的，标题打了，安安，感谢小七弟，我气死，居然没看到，对啊，而且我是地鼠完之后一开机，然后打开 Steam， 然后大概过了两分钟吧，就显示说你下载完成了，然后就第一时间在 LINE 打出来啊，哎，看。还有一件事情啊，要跟秋风讲，秋风有买这款。对啊，也许得加个引号，多留个心。哎，他这个游戏还蛮酷的，我觉得很酷啊。他是他不是一开始五个岛，他不是说五个岛有五个模式吗？哎，有两三个模式，我以为他是一开始随便让你选，他不是哎。一开始自然这样，你要慢慢解锁。啊，没有贴起哦，游戏声音很小，真的假的？刚刚你就过去，不是我刚刚过来的时候，这边没有什么东西盖啊。很多人以为让世界运转的是金钱，但他们错了，我的朋友。让世界运转，这游戏很贵啊，超贵的。而且我们是有买那个的哦。完成合同后，你在科学部门的声望就会上升。对不对？是啊，我们是有买，是有买赞助包。没错。探勘中心能够啊，寻找恐龙化石。探勘中心能让你派遣挖掘队伍到世界各地寻找新的恐龙化石。哦、所以，从化石我选的是去找化石的呢。阿尼布，我是直接研发，是研发那个游乐设施。有了恐龙，哎、欸，不对，哦，你说的是那个颜色哦，八七哦，那我是我也是选草的，北七哦。我也是选草的。好啦，你要去哪里玩？欸，三角龙化石，欸，等一下，对、啊、我们要去找三角龙。你找来，你打个电话过来。有趣的提议，你应该好好考虑一下。好，我们将能携手合作，共同创造生命，纯粹的生命。有啦，在美国。如果你曾听马尔科姆博士提起，对，美国有，美国就三角龙了。这是啥？还有对我来说有多么重要？聊天的是环星，嗯，隐约哈基也来啊。现在要推坑是不是？要怂恿哈基，哈基，我觉得哈基之前也是玩那个啊，盖房子不是盖的？不是，你知道哈基是那个，他那个时候有打算要买，但是他那时候看到差30块，我们共同合作，干你是连夜同时啊，更加真实的恐龙，你想恐龙？而这需要完整的遗传基因组。我认为你乐于接受这个挑战，太贵了，没有钱呐、啊，所以别让我失望。等发钱喽。得发钱，Google 不发我钱啦、啊。好，你派出第一支探勘队伍了，他们会把发现的东西带回化石中心抽取 DNA。哦，还有42种恐龙可以养哎，慢慢养了。那还可以解锁基因哎，我的妈！然后还可以出虫子。大家看到都进来都好贵哦，好贵哦，刚好心动哦，一看价钱就想说等特价好了，好贵哦。这个要等特价可能要一段时间的感觉。表示你能进行更多研究来打造更好的设施，制造更多的恐龙，如此循环下去。你想要干嘛？我看一下。这是个由生命、研发和资源构成的循环。哇，好多东西可以建啊。
兼顾自然与商业贸易。这个被我关很久的四陀龙终于可以放出来了。你没放它出来？我刚刚孵了两只啊，有一只就一直被关在里面。好，那我去孵一只好了。我怎么回来这里啊？哇，怎么又下？你的世界有没有下雨啊？对啊，我也是有下雨，那不是我的问题啊。哇，哇，可以看诶、欸，还有简介，易受感染感冒，好贵耶。进来都要先说很贵，贵哟。有、啊、那时候就是讲说好贵，那时候也在犹豫要不要买那个啊，那个豪华版，对，豪华版。哦，原来劈木头在这里哦，找到了啦。来来来，我们该点啊，你要怎么点开这个龙啊？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你点了，你就可以去看他的视角，你跟着他走。我要怎么看他视角？点它之后按 C， 你就可以换视角。你骗我，我按了啊，地面视角、自由视角，有自由视角，自由视角你就你中间滚就可以，看你要看哪一个角度都可以。我不能用它的就是第一人称画面哦，好像没有，我刚刚也在找，你知道吗？我刚刚也在找。哦，我找到化石了。制造恐龙时可用的第三视角。它怎么有分二星跟三星啊？高品质。化石中心孵出来的恐龙好像品质会不一样，一样创造新的恐龙遗传基因组，是啥？真让人兴奋！哇，抽 DNA 好贵哦，可是超高品质哎，抽一下好了。抽 DNA， 对，连这里都要抽卡了。抽琥珀，琥珀还有不同的等级、啊。我没琥珀哎、欸，我手你有琥珀、哦？起来，挖到的、啊。我只有化石没琥珀，化石。可以抽的比较少一点，我是三星哦，你注意一点哦。我的琥珀五星哦，赶紧死！哇塞，五星卡，欧洲人，我好难过、哦，我已经输在起跑点，买这个游戏又输。哎、欸，不对，四星啊，还是再骗呐！你刚刚已经选草系骗我一次了哦，不要这样骗我。有人分析好了。可是好贵哦！我看到你说那个五个岛，一二三四六，我们去探看下一个吧。我们目前有很大的进展，我相信我已经接近关键点。会剪精华吗？我这个游戏应该之后会出成系列吧？对吧、啊？因为自己很爱玩这个。我觉得这个我好难出系列，我本来也在等这个。我也在等这个特价。你在等特价？我一起等特价。等下声音好小，是谁？哦，小鸡。啊，芙蓉。不用等了啦，买了啦。干这个价格。我刚差点就冲动了，冲动一下，差点就冲动了，可恶！不能冲动，这是大概四餐吃到饱的价钱。没关系啊，我吃到饱就可以了。对啊，对啊，那谁你买了、啊，你还是买好了，你还是买好，我说服不了你。你买了，买了我就一个月都不抽 PVP 的箱子了。买了，不用抽了啊。不用抽了。哎、欸，我后来想一想，我开 PVP 的箱子花了好多钱哦、喔。对啊，那你下次开那个台，就说我好想玩侏罗纪世界哦、喔。你可以叫风行啊，说那个是恐怖吓人的游戏，你有暴龙。对啊，我嘞，他才不会。里面有暴龙哎、欸。我会被暴龙吃掉，我好怕哦！他也可以取名字吧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就把暴龙取名叫风行。恐怖游戏来了！哎、欸，对哦，我记得以前的，就是之前的那个侏罗纪公园的那个游戏是可以取名。我看一下这个，它、啊、里面会有那个胖子吗？可以取名。可以取名，我就要开始电彩。我就跟他说，干爹干妈就可以取掉名字，你可以决定自己是哪只恐龙。哈基是四陀龙，好。可
也可以取名字，完蛋了，我快取名字不了我自己了。啊，这个就取影月好了。练财了，练财练财，练起来练起来。你突然进来，我吓到这边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刚刚就可以了，我也觉得奇怪。哇，跟第一张牌嘛，1700的差在哪边啊？它是有那个额外的车，就是运输啦，它有额外的那个 GIN。好，我叫奶奶好了，奶奶是三角龙好了。我的信用卡已经在那个你的信用卡饥渴难耐了。你要抽卡了吗？啊，不然叫哲平好了。怎么这么帅啊？不会、啊，你刚不说很丑？没有，我给他买。啊，继续扫 QR code、欸。你知道蛋上面有 QR code 吗？它不是可以基因培植吗？有啊，培植是什么培？太帅了！我不知道什么。你们是养什么？数码宝贝龙吗？我扫一下。有，我不知道。海绵木刀。抽到完全一套厨的名字。你可以取一只牙骨兽啊！恐龙斗角斗场哦，我还没到那么后面吧？所以这是一开始吗？对啊，我才刚开始。不行，这 QR code 上面是8bit，我扫不出来啊，它失真了。我基本的知道，可是还是要叫他跑。你就跟他一样，我就是我还没到那边哦。你们在急什么？这还可以放出来咬人呢、欸。等一下好吗？那DLC就是。